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把某种酸呐、啊、加入呢一碱性溶液中 ，pH 值的变化为何？哦，它本来是碱呐、啊，哦，本来是碱的话，它 pH 值哈、哦，它要大于7，然后再把酸呢加进去，所以它 pH 值的话哈、哦，它会慢慢下降，哦，就这样子。我们看看呢 A 选项。由7增到8，这个不对啊，一开始哦，它是大于7的。B 选项，由3增加到9，哎，这也不对啊，哦，因为一开始它是大于7的。C 选项，由7减少到4也不对。D， 由9的话大于7嘛，减少到5，这个对啊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D。